颜六色千变万化，世界是座魔法大厦，有风雨也有彩虹，有冰雪也有春花。颜六色千变万化，世界是座魔法大厦，让心灵快展开翅膀，拿起手现在就出发。展现出多少幅神奇图画，都在第七秒世界这里的魔法大厦。变出来多少个秋冬春夏，穿过了星光夜幕，依赖了黎明朝霞。又能到什么地方？嘿，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就没有一个人会讲话，我们到这里就没有碰到过。莱克，水里有人啊！快来人呐，救人！他们听不见，莱克，我们下去救。快，快抓住木棒！他不会喊人，真危险。是啊，走，我们先送他回家。再见，孙儿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听见没有？老奶奶能说话。老奶奶，你们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哎，听到没有？老奶奶会说话。嘿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老奶奶，这儿的人怎么都是聋哑？哎，又一年天大旱，河里、井里没水，只有三座塔还有水流出来。嗯，老奶奶，什么塔？就是村东边的樱桃塔。当我喝了塔里流出来的水，都变成聋哑了。这水一定有问题。老奶奶，那后来呢？后来
天下大雨，村民们得救了，可是从此谁也不会讲话了。那您怎么会说话呢？我是从外村来看儿子孙子的，毒水喝得少，还能讲话，可是村民们和我的小孙。老奶奶，这樱桃塔有人进去吗？谁都没法进去。这塔里一定有名堂，咱们一定要想办法进去。嗯，这能行吗？试试看吧。对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吗？老奶奶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哎，再见了。咱们先进去看看中间的那座蓝樱桃塔，这塔样子真怪，这是什么？怪可怕的！哦，好大的嘴！当心！啊！哎呀，我被撬开你的嘴！我叫你尝尝我酒枪的厉害！是什么？这东西可能是个宝，我去看看。里的怪物看出我们的意图了，想用宝石收买我们。这宝石我们不能要，走，我们再去找。咱们到黄塔里去找找。这塔我们怎么进去呢？你们看，鼻孔冒的烟一定是从塔里冒出来的。我从那儿爬进去。那烟会不会有毒呢？我们玻璃人不怕毒。来，白痴。啊，那嘴是个门儿，走，快进去。来，来。哦，你们看，你们已经拿到宝物了，还在干什么？你是谁？有本事就出来！我是这三座樱桃塔的主人。等等，这回让我上。还是让我上。当心，快下来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来试试。我这玻璃人能上。你要小心。放心吧，为了救大家，我就是摔成碎玻璃也心甘情愿。快走！
了什么指甲去了？怎么你会讲话了？不会讲话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他会讲话了。快，快去给大家吃黄樱桃。是。快吃吧，吃了都能说话了。你高兴吗？不高兴。现在你能说话了，怎么会不高兴呢？不许说假话。其实我跟大家一样，一直都会说话，我们是装着不会说。胡说，这位小哥哥采来黄樱桃治好了你的聋哑病，要好好谢谢他。嗨，这有什么，我家也有黄樱桃树，我天天吃黄樱桃。这孩子怎么没一句真话，我们家哪来的黄樱桃，净胡说。莱克，你快去看，有点不对劲儿啊。家的黄樱桃也能治聋哑？怪呀，都从来就不聋。是啊，你看都在讲假话。好、哦，我们家母鸡呀、啊，天天晚上打鸣，吵死了。我们家公鸡才好呢，每天下好几个蛋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！哼，快来看呐、他们怎么全说假话？是啊，如果不能说真话，还不如当哑巴。看来这黄樱桃比毒药还可怕。我们又上当了。走，我们去红樱桃塔找找有没有治病的宝。走，这红樱桃塔怎么没有门呢？你到塔的四周去看看。哎，这怎么办？我们怎么进去呢？周围一样没有门。糟糕，咱们没办法进去了。是啊，没办法进去了。你们看，那塔顶也许会有洞。这么高，怎么上得去？你们等着，我去找个木头来。我先爬，快过来，我也可以爬上去。真危险！你等着。我过去看看。这里没有洞。小哥路，你慢慢爬下去，在水池边等着。好的。为了让他们都不会再说我丑。你太狠毒了。
你只顾自己心灵深处，太丑了。别说了，我远离了大家非常痛苦，我羡慕你们的真诚，我要帮你们。海阔小国路，乐乐乐，海阔娜娜娜，这闪光的红樱桃能治好大家的病，你快出来和我们一块儿去好吗？村民们不会原谅我的。别害怕，有我们呢。让我想想，你们快去给他们治病。好吧，我们快走。小朋友快来呀、啊！哎，老奶奶可来了，村里全乱套了。啊，你这个刺老鼠，老虎，你胡说八道，你胡说八道，你竟敢骗人，干嘛骗你，我是你真你话。哎呦，乐乐乐，快给他们吃红樱桃。是，你一个骗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哎，快吃红樱桃。婆婆婆婆，你是刺老虎。哦，好苦啊。嗯，真是良药苦口。说得太对了。莱克啊，莱克，他们能说真话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他们能说真话了。刚才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打人。是我说假话，我不对。真话。哦，说真话，说真话了。是你们的真诚和勇敢换来了大家的幸福欢乐，谢谢你们。不不不，应该感谢的人在樱桃塔里呢。快带我去见见他。好，大家跟我来。快出来，救命恩人，快出来，我们不再嫌你丑，不嫌你丑。是我害了你们，我有罪。虽然我会施魔法，但我还不如三个小朋友的本领大。他们都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，而我的内心太丑恶了。可只有你才能使村民们获得新生。你知错就改，大家都原谅你了。欢迎你，快出来！欢迎你，快出来！欢迎你，快出来！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给我重新做人的勇气。我要永远和你们在一起，我要永远不离开你们。故事带回去，讲给大家听。